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这些星瑞们就要为大家来证明，他们不光会打篮球，他们还会载歌载舞的为你诠释他们的梦想。下面欢迎由星瑞赛 MVP 郭艾伦领衔所有星瑞球员一起为大家献上歌伴舞荣耀。世界让我们在一起成长，只为心中同一个梦想，就算受了伤我还有力量继续奔向梦的远方。我们曾一起度过的时光，只为曾经儿时的几场努力的比强，细心的赛场慢慢看到希望。发现世界多不完美，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，沧海有多广，江湖有多深，剧中人才了解，生命开始情不情愿，总要过完一生，交出一片心，不怕被你误解，谁没流过伤，谁没流过泪，何必要躲在黑暗里只哭又自怜。我不断失望，不断希望，哭自己唱，笑与你分享，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，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，等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前途漫漫任我闯，幸亏还有你在身旁，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，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，累也不说累。谢谢大家，太
的微博和这个内容，包括这个点击量、阅读率都是非常高的。嗯，我觉得本身吧，在球场上他压力已经很大了，需要通过一些渠道来释放一些压力，我觉得这样挺好。所以在我心里，他不但场上帅，场下也帅。哦，网红，网红，好吗？一直说啊，怪伦的歌唱得相当的棒。怪伦，咱们唱一首。唱一首啊。我也不想唱几首啊？我也不。你平时喜欢哼哼的歌曲，我们随着你附和。啊。好。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。哎，一首内蒙古黑怕送给大家啊，给小帅合唱，那给我学啊。哎，单身乞丐，我这一壶不擦，没事一壶不好，我没事没事啊，我没事没事好，我没事啊没事，我没干没好，我没事没事嘿，我没事没事好。可真那样，可真那样，可真那样，可真那样。大地瓜，烤地瓜，大地瓜，烤地瓜。一块钱能买啥？一块钱能买啥？我最猛最根，我最猛最好，我最猛最猛最根，我最猛最猛最。整顶破帽子跟老宋似的，干啥呀？唱的啥鸡巴玩意儿？跟老宋似的。啊操！